这真亲上的。嗯，这段感情是值得被祝福的。就如果他们俩咋地，你这会儿还没开始呢。那你还有向南的。来，你们三个一块上。来。一块上。对，你就是吧。赶紧。啊，这就糟了。哦哟，不是好人啊。巧了。合伙起来耍我，不服，会搞回去的，相信。你出！滚！来，非常好，来来来，这个动作啊，滚！大一扔，开始跑了，来来来。好，刚才马上就给我们光弄进来，现在给我弄出去，也是不错的。什么？我就把。你怎么把我弄进来，你就怎么把我弄出去。对，是的，这是开车呀、啊。那在干啥呀？把那个我都去掉就好。你就现在想开我车？不是。哎呦，我酒喝多了，走不动。刚才整个那个我特别特别酷，有点笨拙，就是动作有点。咱切开，咱切开，留着好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。怎么挪过去比较好看？他是不是这么一把侧上来会好？对，侧着。那这种，我不介意，我不介意，你翘着行，挺好，没事，你就想象到底会发生些啥，你想想。看脸，光这么看不行，你稍微最好来点手型，划过它的轮廓。我不知道，哎，对。哇哦，男子脸，好，舒服吗？对，这种戏他好认真的，他拍滑雪、啊，就这，他就是自己要现在先把那些桶子可认真的，到时候跟我离婚的时候好跟我吵。哎，男人好难。心痛的每一个瞬间都是自己。练过，我还得来呢。练过呀。反正你还有唱的段，哎呀妈！咱们试一下。那你要夸他哪些呢？都是过来的。啊，对，删了。他如果拿着这个手，可以抓起他的手。我觉得，我觉得手好怕哟。亲哪儿？可以的，这个吻不要太假，是真的恋人之间的，而不是你去挑逗或者是去怎么着的。我会夸睫毛，再夸他的胸啊，然后到这块儿你可以看说呀，好，好大，不是，你看，马克，他们都说的很认真的词儿，很柔和的嘛，你还走错了，你看。其实这段感情是值得被祝福的。就如果他们俩咋地，你这会儿还没开始呢。那你还有向南的。来，你们三个一块上。好嘞。凳子一扔，然后过来把这个桌子。我去，可以。我爱的事儿。哎，对，妈，你别往地上扔。你不是吃。往凯哥手里。这个就加倍呗，我可以呗。可以这样，哎呀，来保护你。奥利给！加油，奥利给！奥利给！奥利给出来了。谁喊的奥利给？我喊奥利给挺好的。Thank you.
在。妈妈，这锅里没出来，想怎么样啊？我老废了你，我。我们稍微忙碌一点，然后把刘一鸣和杨云。我好像就是拿来给我揍我的，怎么了？哎，你们评委呀，评委呀，评委呀！什么感受？什么感受？饿了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你就知道什么感受。我这个砸的真爽，砸的真爽。小姑娘，来了。您是老板？啊，是啊。啊，你们店的风格我挺喜欢的，简约而不简单。审美不错，啊，品味也行，啊，不错不错。哎，咱们这最大的优势就是上班时间自由。上班时间自由，销售额就是话语权。主要是做什么呀？平时在店里跟我一起负责导购，要是不嫌累的话也可以出去跑跑业务。你有过销售经验吗？销售？你不是来面试的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你是来面试的呢。哎，您等一下，我决定来这上班了，就你家了。你不是来买东西的吗？我现在改变想法了，不行吗？刚才听你说你好像没有销售的经验，那可不行啊。哎呀，你别磨叽了，签合同吧。我还没同意呢，怎么你就决定了还签合同？那您有什么不满意我的吗？你外形是不错，可是我还是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份工作。做销售首先要会察言观色，然后要放低姿态，像你这种高调。我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待会儿还有个面试的要来，你呢？我先考虑考虑。那您先考虑吧，我看中那套床品，帮我包一下。好，我待会儿就打包。刷卡。两张啊。韩董，是你？哦，是我妈。哦，真是精英人生卡如其人啊。